今天外面老冷了，一会儿咱们看看外面是多少度啊？大家上午好，我是大海。看我家前面这个大垃圾堆里面，这块全是流浪狗啊。这些流浪狗是怎么来的呢？这都是我们当地人原来他们家里养的，完了后来外出打工，因为我们当地这个挣不着钱嘛，都出去打工去了。临走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些狗，全部给扔了。结果这些狗越生的越多，这垃圾堆哈，这仨小狗是前几天生的。今天是过节呀，我一会儿啊去买点饺子来喂喂这些狗哈，因为这些狗也够可怜的了，完了让他们也过一个年。刚才我来这儿啊，我刚下车时候我看了一下子，前几天那个昨天呢，那个前天。我妈给那个狗放的那个被放到这里，狗窝一个被丢了，大家看看。咱们现在在上那个车里面看那个被丢没丢。哎，这个车里还放了一个。哎呀妈呀，这个车被啊，这个被它没丢。我以为这也丢了呢，这不这儿呢吗？我妈怕它丢，上面拿草盖上了。要是不细瞅的话，不知道这是个被。这些流浪狗啊，从没吃过饺子。今天呢，让他们吃个饺子，改善一下生活吧哈，也够可怜的了。现在上市场去买饺子。现在找个商店去买饺子。有十袋吗？看看啊。嗯，要有来十袋饺子。买了五袋啊，他家就剩五袋了，我再上别人家去看看去。哎呦我天！这块有卖饺子的，他进屋去取去了。那就来猪肉芹菜的。都来猪肉芹菜的。对，来五袋。来五袋啊。嗯。我再给你取的，你这个不是吗？这鲜肉的，那这也行。行啊。啊，牛肉的呢？牛肉也行，就装上得了，反正够五袋就行。啊，这是鲜肉，这个是这是什么肉的？手拿这个。这是牛肉，四半截。它是来肉的。啊，一共五袋。啊。现在回家去煮饺子去。我到我妈家了，哎呀，老沉了这些饺子。妈呀！哎呀，给这些小狗煮点饺子吧，我买点饺子回来，要过年他们吃点你好的吧。啥事呢？这些饺子，这饺子也不贵，挺便宜的。都煮上吗？就全煮上。买的能吃了这些吗？能。啊？能，这饺子小。那这太多了。这饺子小，里面一共是有十袋，有十袋的话，这一袋估计可能里面得二十个吧，有200多个饺子。太多了吧？那不多，那全煮了。白的一共是五袋，完那个黄的也是五袋。先煮白的。行。五袋啊。嗯。这都饺子都肉馅的，都老香了。它这有素馅的，但我没买。对。狗食啊，啊，狗食啊，啊，饺子。你给他买饺子去了啊？啊。这是第一锅饺子，刚才我二姑父来了哈，完了现在回屋再煮第二锅，这个先放外面先凉凉。跟那差那一袋哈。拉不开的。现在是开始煮第二锅了。这是。刚才那锅没装下。这是黄袋。嗯。第二锅饺子已经煮熟了，我妈给端出来的。哎呀妈，整洒了。哎呀，差点烫着吧。
我走之前呢，先给那个小狗快出两个出来，先快出几个，就是前两天那个江哥捡的那个，先给他送去。来，吃吧。把那个盆拿着，让他们先吃着吧哈，咱们再去那个地方，这全是雪。吃饺子啊！吃。大家看看啊，他们多喜欢吃饺子，听到声音了吗？看那小狗，大家听见狗吃饺子的声音啊，我往前点拉。我去喂喂那几个小狗啊，到时候再放个盆来。他俩在这吃啥呢？哎，你们仨咋不过去呢？上这吃吧，吃饺子吧。吃的真快呀，大家看看啊。这三个小狗要是又想要的，过完年就给大家给邮走了啊。这三个小狗谁收到以后呢，回去好好养一养。长得挺漂亮的，都是小黄毛。虎头虎脑的，他有点害怕我，离远点他们吃。你就别跟他抢了。我在车里面呢，外面太冷了，我在车里面暖和一会儿。过节了哈，让这些小狗吃点饺子吧，让他们好好过个节。这一冬天快也够遭罪了。大家要是有什么意见和建议，到时候给我留言哈，咱们明天再见。